确定吴冠希是什么原因。上海队的外援弗兰克林，吴宇嘉的存在感啊，篮下的横传必然出现失误。王哲林，好球啊！把沈鸿飞也换下了，换上的是史仪。嚯，罗汉琛上来就有，那就看这个命中率能够持续多久。上队这边也回一个三分，今天是三投零中，状态确实不好。命中高水准，弗兰克林是今天在。哦，好的，弗兰克林终于投进了。嗯，还是要王哲林给弗兰克林策应一下。哎呦，好球！嗯，江苏队这个防守有点乱了。哎，这视角真好。嗯。但是两分得分呢，还行，实际也不多了。这一点看对方得分。好球。刘铮投三分，好球，不错。啊，这步子不错，好球，快传到前场，弗兰克林。嗯，弗兰克林现在，比赛也秀气了啊。对方饶了一个最大的，好传，再给弗兰克林，哎，没投，还往里突啊。嘿呦，像可兰啊、大威啊，就算犯个错误，存家也不用说了。有的时候呢没碰到，但是从我们刚才角度看是非常明显的拉人了，掩护质量很低，弗兰克林甩不开防守。嚯，这是个人能力，嚯，弗兰克林，弗兰克林不容易啊，弗兰克林，好球，漂亮漂亮。王哲林的防空啊，确实是非常的好。维持的不错，只不过他们的投篮命中率下降。